刚刚搞得我更紧张。那个，我要先感谢我的国际事业推荐人韵如跟巧巧老师。然后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然后一开始经营 New Skin 呢，是因为想帮助一个朋友赚钱，再加上我的好朋友他也想要代理一个瘦身的产品，所以我就在因缘机会下加入了 New Skin。然后我的客人都是来自于自然的流量，因为我平常都会玩 FB，然后滑手机，然后就没有想到说这样子玩玩手机、玩玩 FB 可以造就我这么好的业绩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自己是家庭主妇，家庭主妇滑手机也可以滑出一片天。像现在大家上课啊，大家说外卖嘛，然后因为平常都在滑，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得心应手。然后我的客人因为都是自然流量来的，所以他们都基本上很多都是我的朋友，然后我就会直接跟他们说怎么样吃才会越吃越便宜，就比较不是寄货给他们，就是直接讲，你就直接牵引就已。然后当你站在就是客人角度下面想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变得很好牵，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不想要有优惠。除非他真的是太有钱了，然后你也要很了解你的朋友，因为有的人一听到这些东西，他会觉得很反感，或是他会觉得很麻烦。那如果我跟他很熟的话，我就是直接帮他处理好，直接帮他加入会员啊，然后直接帮他下单什么之类的，就帮他全部处理好。然后我一开始签到5张、10张的时候，公司有给我回馈金，因为我不知道会有回馈金这种东西，所以收到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后来再签到第15张的时候，还收到了美光机跟洗脸机。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好惊讶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奖品？然后才进来没多久，美光机就收了一大堆，然后都拿去送朋友。然后美商公司的福利真的很好，你们做久了应该就会知道。从一个新代理啊，然后一下子晋升为品牌经理，然后我的时间非常的快，四五六七八5个月吧，5个月就变经理了，就觉得很惊讶，怎么可以做得这么的迅速？然后我跟大家一样都还是新人，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我也不会。然后可是因为加入复利群啊，然后在里面我学到蛮多东西的，做图啊、写文章，然后很多技巧啊、照片的美化都是从那边学来的。团队让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很省时省力，在经营的过程中，你会觉得这个团队很无私，大家都会帮忙，就算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，你只要问问题都会有人回答你，然后你就会很自然的想要帮助别人。然后最开心的就是收到朋友的反馈，你会觉得在做。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，希望所有的朋友啊，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赚到钱。这一次我的稿既然可以写出这么多字，然后我当然是照着稿念的，不然我应该说不出来。所以我的目标是希望跟我一起的朋友，还有我们整个团队都能赚到很多很多的钱。谢谢大家。